人事人呢，昨天肚子好饿啊，我来到餐厅吃饭好了。老板，你们这边有卖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有卖青菜和鱼。大家好，我叫蔡佳宇，比较好记的方法是青菜佳宇。我就读中国文化大学国剧系，那高中是华冈艺校演艺科毕业的。然后我今天要带来的才艺是唱歌。你有没有听见寂寞的声音悄悄在蔓延，它住进我们之间，消耗着我和你的永远。你有没有听见思念的呼唤，穿遍每条街，就算你走得再远，累了回头，我就在你的身边。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，就是呢，佳宇 rapper 今天准备要去水果摊买水果，于是他就，老板，你们这边有卖葡萄柚吗？然后老板就给他一颗葡萄柚，谢谢，希望大家可以投我一票，我是蔡佳宇。